道具都唔俾，你话你点样以黑咁黑心肠嘅人，系咪？你哋真係太過分，如果唔係太過分，我哋係會去包容佢。佢要博流量，要博眼球，我哋都可以生一隻眼閉一隻眼，係咪？佢做到呢咁嘅地步就唔得，係咪啊？成日喺惡搞我，再縱起落去係縱埋佢啊！嚇，佢冇曬人性，冇曬道德底線嘅啦，呢咁樣嘅嘢。粉絲幫我點下讚讚啦！下晝一點喺個小蠔有蠔心七鏡嘅嚇，佢會回應好多嘢啊！網上啲人屈我教和我啦，又話我拍過咩片咩片。又話我會瞞住我老公，冇得佢睇到網上嗰啲造謠嗰啲嘢啦。我根本我一個字都唔需要去瞞隱瞞，我從來都係光明磊落一個人，無需去隱瞞任何嘢。唔係我就唔係我噶啦，你屈我都屈唔到嘅。啲撲街啲人無恥就用啲 AI 整成，係咪整成人？哇！又分析話咩廿年前嘅嘢。正義永遠與我哋長存嘅同行嘅，我唔會俾人屈到嘅。佢嗰啲人做慣咗啲偷呃拐騙咧，成日就教喺人嘅身上。係啊，正能量滿滿。我連東莞都沒去過，你們老師哦。冤枉我是叫小燕，啊，清洁自清，那我也是这样子想哦，我清洁自清哦，没做过我就不用解释，但是他们那些网台老是在，又在不停。不断的说人家哦，说，说我又没有亲亲，就是莫言什么什么，啊，她老公又没有出来说话，又说我瞒着我的老公。你们做的坏事太多，迟早会有，会抓你的，我跟你说。人最好呢就多行善，不要老去害人，害得多终有一天到头的，我跟你说。广西啊，那个东莞啊，我都从来一去都没去过，逛街都没有去逛过一下，还说我在东莞什么什么。湛江、沿江、深圳、香港才是我常常要去的地方，我跟你们讲啊。老实讲哦，别的地方我都真的没有去过，还有珠海我会去，也是建议建子年会去。自从开通那个关口啊，广澳
那个我才过关，这样子经过珠海，也没有在那里到，怎么到了？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更不用害怕你啦。我哪又知道你是谁？问我是不是好怕他？我怕你干什么？我光明磊落一个人啊。你要故意的，屈我都冇办法噶，系咪？咪留你哋屈住先咯，我咪可以用埋。我都话咗，我会用以后几十年时间去证明我系一个咩人噶咯。所以大家唔使急啦，系咪啊？俾多啲时间大家嘛。边方系正义，边方系坏人，到时咪一目了然咯。全世界在骂我，只有你们那么几个成员在搞风搞雨吧。你们越搞我，你知道我得到多少人的关心吗？我已经很满足了，很开心了，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子欺负我一个女人，欺负我们两公婆，你们得到什么？我会得到世界上所有的好心人、有爱心人、正能量的人来支持我们，来心疼我们，下午一点会让他出境的哦，因为那里我今天早上搞了一下那个设计，设计他外面的人网暴我们嘛，害我们两夫妻嘛，这样子，那个号应该我老公会得到一点平台的保护了吧，就应该他们不会搞我的老公的了，他搞不了的了。等下我老公会在那个小号去说一些事情啊。你们这些真的是，你们是故意这样还是知道的太少了？我怎么会欺负人家那五个小孩呢？真是开玩笑，是他们不认我，不要我，你知道吗？是他们关起门来，你知道吗？哎呀，你这些人真的是太那个了。现在只有我跟我老公在相依为命，你知道吗？人家调走了我老公那些钱，就他连爸爸都不认了，你知道吗？都委屈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人？多少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没良心的事啊，对吧？养他们那些孩子养得那么大，培养得那么好，个个都有成就了，成家立业了，不是很好很幸福的一家吗？为什么要这样子来为难了折磨他父亲呢？折磨我们两夫妻呢？你们就知道是因为有我才这样子哦，上上是因为有我，那为什么我的出现他会这么慷慨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方面呢？是不是为什么要慷慨我呢？不是接纳我呢？为什么不好好跟我说话，一味是骂我呢？是不是当我好像敌人这样来搞我呢？现在网上很多人都是我们两公婆都怀疑着是他们指使来搞我们的，搞到我们呢无路可退，搞到我们呢置我们于死地，都是他们整出来的，知不知道？你说他们养大那些什么人啊，狠不狠啊？我就是在这里，就是跟他们照顾这个他的父亲，这是他的父亲来的。
养育佢哋、生佢哋、养咗佢哋，佢哋相处咗几廿年嘅人都可以咁样咁狠心对佢。我哋咧识得真系未够半年，我都可以对佢咁好，点解咧？你哋唔帮我去问下佢嗰五个发骨笼系咪？点解佢做出咁狠心嘅嘢咧？做人要开通一啲，要有理智一啲，要有啲智慧去分析事情。不要因为美琪怪，只是会怪我，或因为有我。正正是啊，你说得啱啊，正正是因为有我啦。为什么他会这么抗拒呢？你们想到啦。为什么会一手走晒那些钱呢？连基本的生活费都不留给这个说是他的老豆这个人呢？他不认这个老豆的了，这么扑街的这些人。请问你们全世界网上所有的儿女有多少个可以做得出这样的呢？大概是那些没人性的才会做得出咯，是不是啊？是啊，我不欺骗他，我相安无事啊，但是他不懂尊重一下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喜欢我啊，想我留在他身边来照顾他，他跟我行在一起，他觉得开心啊，明白吗？为什么他们要去看这些是养老的钱去缴晒人来的气，去这样去阻挠，去这样去折磨他的老豆呢？你不觉得他们很卑鄙的吗？还一味来怪我，因为有我。是啊，你说得没错啊，是因为有我啊。我老公是因为有我他才过得这么开心啊。欺骗人钱啊！呃人钱一定是你，一直是你先会呃人的钱。我啊从来冇呃过人的钱啊，我行得正，企得正。搞到老豆呢四个月都一啲生活费都冇，边个呃钱啊？系咪佢啲仔女贪钱啊？夹硬吞咗人哋啲钱啊？是不关我事啊，关不关阿豪生事啊？这些钱是他的血汗钱，一生用了几十年捱回来的嘛。我知道你们讲出这些说话，你们都是一个很卑鄙无耻的人，也都是没有人性的一类人，你才会这样的讲这些说话。你哋砌出嚟嘅又因为我要攞钱先，佢个细女先转走。你可以睇银行记录噶嘛？吓，二月十五号嘅女就调走晒佢笔钱啦。我系二月十九号先同我先生去到银行先发现嘅，明唔明？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啊！你哋硬系论呢度老屈我，你都冇屈唔到嘅。你哋只不过去讲啲说话，自己中意听嘅说话，你都根本唔去。接受我讲了什么说话，不去相信我讲了什么说话，我才是当事人啊，我和我先生，是不是？你们外面的人乱说二十四算怎么样？做生意一百万很少的，你们为什么会，即是你们到底是什么脑来的？那你认为多少钱才做得到生意啊？有些人就说我一百万根本都做不到生意，又说太少，你又说开口拿一百万做生意，是不是？哎，跟你们的人都讲不来的，你们真的很盲塞。我老在世，很盲塞，太盲塞了。我老的钱是我老公赚的，他喜欢打本多少我做生意就多少，关你们什么差事啊？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他大仔做什么职位的？香港有地位有头有面的差人，我哪人走得甩的？我呃他十蚊一蚊都不行啦，我呃他，你们真是没理收啊！你们说话这么严重，
所以我一开始都从来都唔会话去呃佢任何嘢啊，我只会对佢一心对佢好，只不过佢嗰啲仔女就惊死就驚死我入門啦，會分咗佢啲，即係嗰啲繼承權即係落唔到佢嘅手上啊嘛，所以人係好自私嘅，所以人啊，即係喺錢嘅面前啊，就係咁現露出曬嗰啲原形不露噶啦。如果佢啲仔女有些少關心自己老豆，有啲愛錫自己老豆，都唔止令到佢嘅老豆今時今日咁樣淒涼，出到街人人都笑佢。有些人都笑他这个好白都没钱的都没晒钱啦，这样递我老公时时叫我揞荷包给钱的，人家都揞着个嘴笑个荷生，你说他凄不凄凉，有什么仔女会这样害自己的老豆，是人家孝顺的，人家给钱的老豆去结婚去重新开始新家庭啦，找新的伴侣过世啦，最紧要父母也开心咪得咯，系咪？使啲钱有乜所谓？人哋识就会识谂，就感恩噶啦。系你同佢哋啲系有啲人话我嗰啲人吓，我唔系话所有人，系你哋啲人啊，同佢系一样嘅，三观唔正，你咧啲心咧根本扭曲晒咧价值观噶啦，根本都冇人性嘅啊！我就認為親情人是重要過那些錢的，這樣的嘛，區區450万就要嫌棄他一屋子女是這麼沒本心的人，那個老爸從小培養他們對他們這麼好，幾十歲了，個個四五十歲了，都仍然個老爸對他們都是很愛惜自己的仔女，但由於他們做得太絕了，這個老爸沒有辦法了，他又離不開我，他又是一個非常有責任的人，是不是？又是好，他也有個花名叫愛妻豪，他年輕一直到現在，是不是？花名叫愛妻豪，你說你叫他怎麼選擇呢？是不是？哦，聽你們說劈低我回到仔女身邊，我一早就說了他了，我話咗佢無數次啊，叫咗佢翻去啲仔女身邊啊，因為我見佢啲家初初我係即係好崇拜我老公有個屋仔女咁即係龐大啦，係咪咁多仔女即係養得咁好，培養得咁好，個個都好好啦，係咪？我係即係去羨慕佢啦，以為即係覺得佢家風好好啦，唔會差啦，咁樣我先至會係。欣賞佢噶，去接納佢噶嚇。我殊不知佢嗰啲仔女係咁樣噶喎嚇。當我知道佢啲仔女係咁樣嘅，我梗係話叫佢翻去仔女身邊嘅啦。但係佢係以死嚟，唔肯走，唔肯翻，你點啊？係咪？你的仔女咁樣處理事太可悲啦，同你哋講，係可悲嘅行為啊，明唔明？我有乜所謂啫？係咪？佢對唔住係佢嘅老豆啊嘛，因為佢啲仔女從來都唔接受我係佢嘅後媽，係咪？唔知我係乜水。當佢哋唔知道我係乜水嘅時候，佢已經係打電話鬧，不斷咁樣鬧到我係更詐我，係咪？嗰陣時候我都已經叫我老公回去的了，但我老公 不肯走，冇計啦，係咪？咁樣我咪呢個責任我咪嚟孭咯。好羡慕佢噶喎，觉得佢个五个仔女系咪个个生得又似人似样，系咪？又有成就啦，系咪？系咪？
真係羨慕佢喎，出於心去羨慕佢嘅喎，覺得佢家風好好，呢人好啊嘛。你講得出呢啲説話，你梗係一個小人先講到噶啦。你講出呢啲説話啦，你一定係嗰啲人渣嗰啲款式先嚟講噶啦。我哋大陸人係好有氣素質噶喎，講真噶喎，係啊。尤其是我呢本地嘅嗰啲家鄉。啊！隔離鄰舍，個個人哋都好和諧，好好噶，唔好似你哋咁樣噶，個個就想來害我、懟我噶。我哋翻到嚟邊個唔識我哋？係啊，都同佢打招呼。係啊。如果人哋唔好，好似你哋一樣咁去出賣我啦，啊，又喺網上整啲嘢出嚟攻擊我啦，人哋冇咁樣做，證明人哋好好，明白冇？所以你哋網上啲人有啲有啲黑粉都發出疑問，誒點解佢翻嘅到佢嗰邊冇人擺佢哋上網嘅，冇人咩咩，冇人唱衰佢哋嘅咁啊？就因為我哋家鄉呢邊人好咯，有素質咯，明唔明？我哋走嚟飲茶，嗰啲廚房嗰啲員工就你入嚟可怕啊，幾好幾好啊！係啊，係啊，可怕！個個都好有人情味噶，我哋呢笪地方嘅人。係咪？稱呼我嗰個可伯啊，個廚房嗰啲員工咯。唔該，加粉絲團啦！我嘅粉絲寶寶加咗未啊？關注咗我要加下粉絲團啊！加一加粉絲團，謝謝啊！谢谢粉丝宝宝，还没有加粉丝团的加粉丝团。那些人恶搞我的那些人哦，那些黑粉，他一个人去生出了十多个号哦，去长出了十多个账号来搞我。你说他们那一对那些成员，知识分子那些成员，你说是多可悲啊！他那么有空，不如留那些时间来搞好自己的事情，对吧？中午好，小甜甜，大家中午好。我的粉丝宝宝，所有的粉丝宝宝，大家此时此刻好。一点都不可怜，不知道多少人妒忌我们，就是不想我们这么好，才遇到那么些人来踩我们，来想害我们，你知道吗？我的人啊，光明磊落啊，行得正啊，你们都想害都害不了，你知道吗？什么要讲证据的哦？你砌出嚟嘅，你即系砌词出嚟嗰啲嘢，砌出嚟嗰啲唔好嘅嘢，就是捏造出来那些不好的事情哦。你只有骗得了自己，你骗不了几个人的哦。世界上那么大，那么多眼睛，那么多双的眼睛，你看会不会？你这么低端的事？会不会人家完全相信你呢？我想大概不会的哦。我知道，我心想啊，正义的人、正能量的人还是存在很多的。Thank you.
450万是我老公的哦，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你们说拿不回来那450万，我是不是很不开心？我大概不会不开心，我只能看出他的女儿只是为了区区450万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你知道吗？你知道人格可以知道值多少钱吗？好的人品是无价的，我跟你说。谁不希望找一个好人来嫁呢？人好，还有一点精致支撑的，使那个家庭支撑的好，支撑的下去的男人来嫁呢？所以你们不要那样子想啊，说什么不是人家什么什么有450万你会嫁？我说说真的。想不到他只有区区的450万哦，我真的以为他是有100多亿，他才会那么的，就是提早了20多年退休，我真的想不懂他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钱就停下了就退休，那么大好时光，我去继续用那些钱去挣钱，对吧？但是后来自从出事了，我知道他只有这么一点钱，我也没有离开他啦，那我就依然接受跟他走下去了。那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嘛，是吧？他人品好了，我也介意不了那么多，就算他现在没有钱，我也跟他走在一起啊，也没有放弃他了，也还把他依然照顾得好好啊。谢谢大家，谢谢粉丝宝宝送出的礼物。你好，大家好。每一个月都要来一次月经，你们老是要说我收经什么什么，哎呀，我只是现在上年龄了，就没那么容易怀孕，我并不是收经。啊，你问了我几岁，那我要想起来，我要说说这个话题。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个什么叫包包姐，那个主播太差劲了，也还老屈人的，他自己50多岁才说我还比他老，说这样的话，我说我自己44岁，其实我还说自己多了一岁，我80年的，我就是周岁，就是说可以说43，对吧？我们乡下才是说44的，是吧？
他要说我是五十四，什么什么，他还说他自己五十多岁了，他还要硬说我比他还大，甚至说我是六十岁了。他妈的，真是太可耻的那种人。他是为了博人家眼球，什么都诋毁人家，还有很多很多，我都忘记怎么说他那些小人了。我真的治不了那么多，我的脑子整天都是想一些正能量的事情啊，我不想想那些乱七八糟啊，那些小人做的事情。更奇怪啊，又说我，粤语又不好，国语又不好，这样子老是来挑剔我，我谢谢你们哦，又人也是要在不停的成长哦，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的挑剔，所以我才会成长的，谢谢哦，是真的没所谓的，你说我说普通话说的不好，说粤语又说的不好，那也没关系。真的，本来当初呢，我的心嗰啲红头大志呢，本来我同我老公系有商量嘅，未结婚之前都讲咗，我哋系会一齐有个创业吓、做生意的计划。谁不知后来发生这么多事情啊、被他女儿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钱。本来我想跟我先生一起打江山的，把那些钱越赚越大，以后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对吧？他那么一点钱，如果不去发展，靠他那么一点钱真的是不够他自己维护保养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知道一个人生病在香港看医生其实要多少钱吗？他前期那时候就治了几百万、不管是香港还是哪里看病都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就算是我们内地也一样啊，内地医院你没有现金人家根本就不会给你看病，知道吗？你们就老知道那个什么免费医疗，就是我又可以跟你说说那个免费医疗的怎么回事哦。你如果身体有什么需要动手术的话，你去那个公立医院那里看，你要排期都要排几年，你知道吗？排几年，那这个人还不就是死掉了吗？像我老公他有钱在手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去看那些医院的、那些不用你们说那些免费医疗，我老公不喜欢去占那些用的、他
手上有几百万，他是愿意去看私家医院的哦，留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公立医院去看这样子，所以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公立医院哦，包括他家里人，他以前他的盲期也是去看私家医院的。谢谢所有粉丝宝宝送出的礼物。我有时候不讲，你们要说我不讲，老是在说，在那里笑啊，老是在那里说谢谢谢谢，老只会说谢谢，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说了。你们要这样子来说我，对吧？那我，哦，说啦，你又说我。你好，对啊，今天的天气很好，云也很漂亮，蓝天白云。劝的我老公回到他的儿女身边，叫他儿女接受他这个爸爸啊，那我也没有问题啊，我自己可以离开了啊，我一块钱也不会用到他的，好不好？那我是退步到这样子，已经退的没得退了，你知道吗？你这么想出这样的事情，这么强人所难，那你有没有想一下啊，何先生他的心愿呢？他爱我，他离不开我呀，他愿意给钱我花，愿意支持我去做生意，去搞事业啦，两公婆一起去搞了，你知道吗？哦，我想着我们两公婆去搞事业，我也没有想到那些钱是我将来打下的江山，我也没有想过是自己一个人的哦。我是会想到他们五个儿女的哦。那我想把他家业去做大，我有错吗？只是他们就太那个了，是吧？太没有眼力了啊，辜负了我，你知道吗？他辜负了我的心意，你知道吗？但是我也没有怪他了，我也理解他了。但是他这样子对他爸爸，就真的是确实实在是不行的。我跟你们说，就算啊。他拿着那450万去分了，他一个人也分不到100万啊。那给那自己的爸爸拿自己的钱去跟自己的老婆去发展家业、发展生意，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不妥呢？是不是啊？错的是他们那些夺走我老公的那个孩子，你知道吗？那个女儿，你知道吗？他错了，你知道吗？他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你知道吗？本来我那个时候想啊，做生意成功了，大家都要好日子过嘛，哦。
就算让他分，他现在也分不到100万一个人，有什么用呢？钱会花掉的嘛，你做生意，然后以后发展好了，甚至有自己的上市公司啊，那还是用筹吗？纸袋都有好日子过了以后，是不是？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你们那些外面的人不知道，还在这里骂我吗？还在这里狂骂我？我们也所有的事情也与你无关啦。后来我老公也这样子说了，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那450万。以前想的跟现在想的是不一样的了，现在他跟他那些儿子女儿都脱离关系了，他维系了他的爸爸，他不脱离也没办法啊，还能指望他吗？他病倒了，大病了，找也找不到人了。七方面，我有的住他就有的住，我有的妻他就有的妻，但是那一次他生病了呢，找不到人的。一分一毫都是和尚赚的那些钱啊，以他那些子女一毛关系也没有，他硬抢也没用啊！人在做天，人在做天，天在看嘛。早几十年发生什么事吗？他忙起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带，都去赌麻将的人，留那些孩子在自己的家里，给那些同住的房东同住的房客，房东是我老公，同住的房客来看。然后呢，就扔下自己的孩子去玩麻将。你都不知道她盲妻怎么对待她的老公。我以前很尊重她的盲妻的，我还去祭拜过她。后来呢，发生这么多事，我老公逼不得已才想向我讲出当时他一路经过经历，他的盲妻怎么的对他，怎么的，他依然是怎么对他的，他只能跟我坦白了。以前啊，他非常的维护他的盲妻，一句也不敢透露哦。老是说他盲妻跟我一样性格很好，对他也很好，他这样子哦。后来才
去他乡下那些亲戚去见过面，那亲戚才说出来的，说他盲区很松的，跟你根本就 不是一样。他见和尚那时候瞒着我，因为我很相信他说的话的嘛，我以为他真的那娶到一个妻子，他的盲区啊、也这么好。当我所以直到人家说，我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说你前妻跟我一样好的呢，对你一样那么关心，那么爱你，那么好的呢？他说，我不这样子说，难道我说他对我很差很松，让你以后也这样子对我吗？他这样子说，我只不过想说，我之前那个也跟你一样好，我就想你不要学他那样子对我。我老公这样子说我，哦，老公是不是啊？你点头都没用啊，是你这么说吗？是是是，没错。人家乡下那个就是堂兄那些子女啊女儿啊这些说的嘛，那个时候对啊，沙巴我去过了，他的乡下嘛，我老公的乡下，所以自从去过了才知道，他一直跟我说他盲区对他很好，跟我一样的好。我说，他只是后来被人败露了，他包不了了。他就这样子说，我只不过不希望你学他。如果我说我的前妻不好的话，那你就学他啦。他说，他这样子说我。算啊，他忙起是，就算啊，他忙起对他那样子，他依然是爱七号的，依然是对他老婆很好的，首饰也给他买的满满的哦，就是要什么都有什么的。不是我说的哦，是那个他侄女说的哦。我们回过他老家嘛，乡下那里嘛，他不说，我哪里知道他盲区对他那么狠呢，那么松的呢？我还一直真的这个他说这个就是骗我的，他说的他很好。我后来知道了，我就问他，你为什么又你原来你前妻那样子对你那样子的为人，你还说他多好多好，跟我一样的好。我还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来跟我说这样的话。他就说，我不希望你以后就有一样学一样咯。他说是你们一直在维护什么人家盲区，什么辛苦一辈子，什么什么那些钱啊、那我就这样子回应哦，那我也有错吗？要现在要搞到说我啊、什么死人都去说，说真的，那一次2月23号，如果我知道他盲区是那样子的人。那样子对他的，我不会去拜祭他的，真的。当初就是因为他跟我说他那么好哦，我才出于尊敬才会去拜他的哦。我还跟他说了那一些话，祭拜他的时候还跟他讲讲，
姐妹之间的聊天的谈话这样子。就是我一个坏人啊、我跟我老公接触半年时间，我都能对他这么好啊、不过生命都是要去护着他，那他的那些子女会感恩这个老爸吗？养育他，他不单只没有报养育之恩，还害自己的父亲，没良心的是他吗？你知道吗？你不要在这里乱说八道，胡说八道。坏人才不管你们的事呢，你们老是天天来我搞我的，是吗？我是我老公的老婆，婆先生是我的老公，怎么不管我的事啊？你是不是太莽撒啦？真是你劝我老公劝他离开我，他能离开我就离开咯、你这么大口气，你有什么资格去干涉我们的婚姻呢？就赶紧离开、关你什么事呢？到底你不觉得你好可笑吗？做人要文明一点，要有一点道德 存在，你知道吗？要有一点品德，不要老是把别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开心。你就希望我不要直播啦，是吧？不要出镜啦，那你想得美哦。以后我还天天出镜气死你了，那些黑粉！如果不是你们，天天那样子搞我，我真的没有这么常常出镜哦。人在做，天在看的，你放心好了，这个老天会有安排的，不好的那些人一定会有报应的。事情了，他爸爸这一次的选择我就是儿女的会做人的话应该支持他啊、还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正是他们做出孝顺的时候了啊、报答他的养育之恩的时候了，但是想不到他是这样子回报他的父亲的，你知道吗？早就一生
算了，他一直都是把我当仇人，是吧？我也没办法，他放不放过我也接受啊，是不是？我都说过，我从来我不会向恶势力低头的哦。国语的话呢，他就中断我的了，所以我就一定要讲国语。不好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理解啊。怎么删除那个黑粉啦？刚刚删了一个吧，拉黑了。支持你们的是什么人？这个我拉黑了他，他以后他应该下个发不了言了。第一次协会。黑的哦，这样子给他建言啊，聊他在直播间，他又发不了，出不了声。啊，这个很好玩，我终于知道怎么搞了，我终于学会了这个。他建言了啊。黑粉都要他禁言，是因为被你们这些黑粉害的，你知道吗？我们两公婆出境，你们就去举报，说我什么虐待老人家，利用老人家来博眼球，这样子的事情你们都诋毁得出来。这个很好玩啊，现在我可以清除那些黑粉，滚出我的直播间。不滚出的话，聊他在这里的话，他就没有的发言。哎，真好，有建言的。所以人都是在一直学习哦。是吧，你终于看到我的直播了吗？谢谢你来参与我的直播间。对呀，我就天天拉黑那么多人啊，那些不好的人你聊他干嘛？我要的是质量，不要的数量，你知道吗？我要的是品质啊，人品好的多多我都接受，我都欢迎。你人品不好，那就管吧，起，对吧？
赞美啊，你也一定很美。这个很好玩，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怎么玩了这个。没有吃饭，你们吃了吗？花开，花开宝宝，你吃饭了吗？大家有吃饭了吗？对，这个太好了，想拉黑就拉黑，想见他颜就见他颜，看他看他。胡说八道不？我叫见你颜啦，就拉黑算了。这个虾饺我认得他，他老是一直在盯着我的，在直播间搞我骂我骂我的，哦，拉黑还更好哦，拉黑他，他就连我的。其他群啊，粉丝啊，他都干扰不了。其他的粉丝群啊，还有直播间啊，都干扰不了。因为我设置了那个剪我的粉丝才可以在这个公屏来评论的嘛，他就假装做我的粉丝，然后在这里胡说八道这样子的哦。我还是跟他除掉粉丝算了。有一个 VIP 权要收费，其他也有普通的权啊，粉丝权也有的。还有一个功能叫付费直播，如果你想，有的人设置了你想看人家的直播，你来进人家的直播间都要付费的，你知道吗？还收费你明星呀，这样子说话要拉掉你了算了，这些不同趣的人我都懒得理了。谢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宝宝。对，是的。
说得很对。我都还连那个门我都不敢开了，因为那些黑粉故意冲我的 VIP 权了，老是在这走入那跑进我的 VIP 权那里，又那里辱骂人家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哦。所以我请他出去了，叫他申请退回那个捆项。那个是平台收的哦，不是我收的哦，所以他们要去外面啊商事，说的我什么，我又什么开群又收费啊，什么割韭菜啊，这些又来恶搞我啊，又来恶搞我啊，人家这是平台的要求，开 VIP 全一定要收费的，那个费不是我收的，我就。交什么国菜什么他什么都冤枉得了的、哦、昨天在喝茶碰到那个老板娘，她都说有货需要我帮忙带了，然后我也没有答应她，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哦，我就顺其自然啊、哦，能够。怀得上那要肯定要生的哦，怀不了我年纪大了嘛，40多岁了，没那么容易怀所有粉丝宝宝送出人气票啊、哦，还有送出女神花环。刚才我忙着踢人出直播间拉黑哦，我都还有的信息我还没有看的哦。你们理解错误了、哦、那是我老公的钱，他要拿回来我。关我伤不伤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的，最主要是我老公现在他一过钱他手上也没有，他跟他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哦，哪里还想着去想来伤一个孩子来
分那个钱啊，哦，我不生就拿不回来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哦？我不生，我老公也要拿回来啦，那他不用过日子吗？是吧？对，正能量啊，谢谢支持。没人性搞的，我们两公婆这样子，你懂吗？真的是，他都不给他爸爸和的子女，是吧？他爸爸赚的钱有权给，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下次有人赞美我的时候，我又真的又拍此视频啊、哦！你这样这种人这样子说话，说没有九流之人赞你亮，你又第 N 次讲大话啦！啊，你就想我讲大话，你这些人，虽然他这是黑粉啊、哦，他那个先帝心态怎么那么扯歪呢？哦，他老是自己偏造，自己想自己喜欢猜人的一个猜，呵呵，对。不知道多少人当我的面赞我，哦，比上镜还漂亮哦。你几个人代表得了全香港市民吗？你真的是说这话，你真的是不知廉耻啊你！你讲话有一点口德，那你就会好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去诋毁人家，去包括了所有香港市民，那你是很卑鄙的哦，你知道吗？管理员他人真的很好，他
根本也不会想那些事情哦，什么劝通他子女将钱转走。你这样子说，我也要把你拉黑哦。这些太负面的，我不想听。那么好，你就这样子来冤枉他，什么说他给他的子女串通好，没有的事哦。你有钱那是你的事哦。跟我老公认识在先，所以我一定要付好他先。能够把这些黑粉拉黑，我真的是终于学会了这个功能，我真的开心。刚才还漏了很多，我现在要从头看上去一遍。谢谢所有的朋友送出的礼物啊、哦，还有那个星星，还有那个点赞赞的粉丝宝宝。谢谢大家的付出。7天，然后你就去申请啊、哦，申请顺利的话呢，就可以入群了。这些说负能量的话一定要拉掉啊、哦。他说河马今天吃草了吗？我就也要拉掉的哦。VIP 群就98吧，那个粉丝群不用的、你申请的进去你就能进去，你申请不到那个系统不愿你申请，那你也进不到的啊、我换一个形象啊，有时候变形象吧，这个也是可以防那个辐射的啊、哦。就说我什么戴眼镜装文艺啊，我又把你拉黑了。
这话，婆婆子女真的太感谢你了，请了个免费保姆照顾老人家。就退一万步来说，他把我当保姆看待，也不至于这么搞到我们置我们两夫妻的死地啊，对不对？他如果能想，事情都不会发展到今时今日那个地步啊。是啊，我懂那么多，我又会，反正，我把我老公照顾得那么好，如果别人请我十万块钱都不一定请得到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保姆，真的，那些有钱人，他应该找不到，就算他请得起医生来护理医院，二十四小时对着治伤和，那个医生也给不了他平易的。生活啊，医生只是会负责，跟他看病，并不会，嘘寒问暖啊，照顾佢噶嘛，系咪？病都唔会话又煮餸啊，又煲汤啊，又洗衫啊，又照顾埋佢咁噶嘛，系咪？这个负能量的我又拉掉啊，说请了一个免费的保姆，就是说退一万步来说，他当我是保姆他都不至于这样子来害自己的老爸，对不对？搞到他真的是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哼，你真搞笑！你请一个普通人，能有我这么懂生活仪式跟那个医疗仪式吗？你懂吗？请问，我还会给我老公剪头发呢，你懂吗？我还会把我老公叫醒呢，你懂吗？我老公那时候那个新冠哦，他病得很严重，都不省人事了，都是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护理他好的，你知道吗？如果我老公他是要做美容，我也还会一样给他做飞手的。你哪里请了一个普通的保姆像我懂得这么多，知道吗？你对啊，你请十个你也顶不了我一个啊，我一个都顶你十个，你知道吗？你说得好，你说得对啊，真的是。十万请我，我都不一定帮他了，你知道吗？别傻了，有人会出十万请你，真的，他十万一定不一定请得到我，你知道吗？那你可以算一下吗？你一个人。一个月去四次美容院要花多少钱？也要几千块，对吧？在香港，在内地不用这么多。那还有各方面的呢？
我这是连人家中风我都会治理的，你知道吗？你知道 中风是多难治理的吗？我都会，你懂吗？你知不知道10万块钱哪里请得到我啊？我喜欢自由，他谁也不想请到我。我喜欢自由自在，自想去做自想做的事情。我这样子说，你们很多人也看不过眼的，什么10万块钱请你，人家请得到10个保姆啦，这样子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就是一个顶你10个，你知道吗？你有我懂这么多吗？你都没我懂这么多，你话你睇你个死人样，点会值10万啊？系啊，你会觉得唔值，但我觉得值咧。你俾10万我都请我唔到咯。还没有吃饭呢、啊，我看到有粉丝朋友问我吃饭没，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哦！不理那个黑粉了，我要清除他们从我的直播间。婆婆没有退休金哦，她一直就是靠那450万放在银行那里。起利息的哦，慢慢来嘛，财商学院一定会开起来的哦，不用着急，那是我的理想。怎么会现在跟我老公分手跟你在一起呢？你这个键盘侠，你也想得太美了吧。中午好，大家中午好，梁小姐刚刚看到你的信息。我要这样子说、哦、我老公人品非常的好，他不会占任何的便宜，他的人品跟我的是一样的，性格是一样的哦，不会去占别人任何人的便宜的人哦。99条限时我都还没有看到，我还在上面在清理，到时群里没人了，那没所谓啊。就算再怎么没人，我也不希望那些负能量、那些黑粉在这里天天烦着我、骂我，是吧？那不行的嘛。
做生意，你们一定会赚的嘛，亏了怎么办啊？那这样子，那亏了是有机会亏的哦。如果你懂得做生意那些模式，你的亏本的几率就会降低，你知道吗？亏那个风险，做生意一定会有存在的哦。那就算是亏了，你也买到一个经验啦，你知道吗？你知道一个人的经验是无价的，你知道吗？你还可是亏那一点钱呢、啊。做大事的人不会怕亏钱的哦。亏就是当买经验，经验就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真好，他要被人家冤枉他什么什么，搞到我粉丝全都去举报他。那些黑粉一见到我的有一个那个支持我的粉丝，他就去，连我的粉丝都搞。要不然我这两天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要把这些黑粉清除掉呢？连根拔起呢，我就是想保护我的粉丝。我那个粉丝全太多，那个黑粉的全伏在那里了。谢谢一位男士宝宝。对呀、啊，他们老是歧视老年人爱情生活的哦。难道老了就不应该拥有爱情吗？不是说那个爱情是不分国界、不分年龄的吗？不分那个肥矮瘦都不分的，都不分的，这个爱情是不是？粉丝圈那里有一个，他说嘛，他那些黑粉恶搞我嘛，我说到时候就是说会叫律师出那个，我就是会说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嘛。有一个粉丝他说，哎，你那个律师信就一封都要出一封律师信的5000块钱一封耶，他说你就说那个什么卖什么什么都不够那个什么什么，他这样子说。我就说你都不知道人家哦，顺利直播卖货，直播带货，人家2个小时都那个纳税啊，都1亿啊，是不是？人家仲做会在乎你5000蚊要律师信咩？自然，这个老天让我怀上我就生，他不让我怀上我就不生了。
些是把它拉掉了，但是负能量的都拉掉的不会可惜了。生意，我以前上东江三希望的时候，我都说啦，是不是？我都跟所有的广大的网民都讲了嘛。如果做生意亏了，我们两夫妻去做生意亏了，那我肯定会去打工养我的老公的咯。所以有的人他那个好黑人憎咧，嗰啲黑粉啊攻击我哋咧就话，就话变成我依家要去打工养我个老公喎，系咪？人哋嗰阵时系说的，那个时候是说，人家问我们嘛，那亏完了没本钱做生意了，那你不是打工，那做什么是吧？那些人太无知了啊！他也说那个话，太强词夺理了，又逼我现在去打工养我老公。人家他就逼我曾经说过我，你不是说，你也爱和伯伯又去打工，还有儿子都要去打工来养和伯的吗？那你去打啦，这样子，我都还没有闯过。我都还没有闯过业，我怎么去打工呢？我老公不是有本钱给我，我们要去做生意的吗？你知道吗？都没有闯过业，你就要我们坚持，去打工啊？还要叫我儿子不读书也要去打工啊？你们真的会打得如意顺盘啊？你们这些。那我一定要负起责任，要去养好我的老公，我要去打工，我也要去养啊，真的是，就是老是赞他那些女儿做的对，夺走了自己的父亲的人那么不孝，还盲目去帮着那些人哦，还说他子女做的对，真的是。这是什么心啊？这是完全是扭曲晒啊！啲人生观、价值观，系咪？做人一定要孝顺啊嘛！你冇咗孝义，俾几多钱你都冇鬼用啦，系咪？黑粉了，刚才我又在上面拉拉拉，下面有九十多条信息，我都还没有一条条看的啊、哦，我也不知道下面谁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回答啊、哦。之前我的朋友我也疏忽了，疏忽咗了，不好意思，多谢晒各位的支持。是的呀，我老公他会搞卫生的呀。生意，我老公不是有本钱吗？真的是，说这些负能量的话，
负能量的话，什么叫不负能量？拉黑掉你吧，懒得跟你。我老公不知道是多好多有才干的一个男人，什么叫做没鬼用呢？他今时今日是拜他细女所赐啊，你明白吗？你们不去责怪他那些没良心不孝的子女，还成日来搞我，搞我们，我搞我们两夫妻，你算什么？你那么有用，你就去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嘛。因为呢，那个，我的私讯那里又被人搞了嘛，那些黑粉啊，就是乱砌个三支肉，咁佢举报咗我，咁我又限制咗做。就是那个嘛，限制了我那个，所以我也放不了人入群了，这样子的，希望大家理解。要等到开解封了，那才放得到。解封了，那才可以哦，还可以正常使用。谢谢大家，还没有加粉丝团的加一下粉丝团。谢谢所有粉丝送出的灯牌哦，还有礼物。哦，我要下播了哦，我还在那个小号约了1点跟我老公一起出镜的哦，请大家到那个小号去看我们直播吧，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啊，我要下播啦，拜拜。